又琴，你可以怕，你没有错，你不过就是被吓怕了。别怕，若换作是我，可能早都撂挑子跑了。你以为玄光神君跳下去的时候就没有恐惧吗？你仔细想一想，方才他纵身一跃的时候，和儿时的你一样，都是恐惧万分，可他还是跳下去了。人若是不怕死，又怎知生的可贵？我知道，现在的你，心里应该有难过，有难堪，甚至还有十二万分的厌恶过自己，这些感受我都有过。可我多希望那个时候能有人来跟我说一句，这些都不是你的错。今天，我想把这句话告诉你。又琴，你可以怕，你没有错。我原本以为我害怕被你打倒，成不了神君，补不了归墟。如今看来，我只是害怕面对我自己罢了。对不起。